这是一场历经四季的蜕变，本是人类早期贮藏保鲜的手段，如今成为凝练自然的滋味。不同的地理环境，复杂的气候变化，都在云南人手中化作成就风味的助手，让云南的每一座山头都诞生出风味迥异的火腿。但无论哪一种风味，都是时间、环境以及人类智慧的结晶。